那场的场所，现在全部的人来到咱本地府村镇中，那个多少人头像，再来告一道毕业。现在新闻就是你听过的一改先，拜呀拜，新闻大河路，现在来到咱本地村镇中，再来肃长。尊帝发布大殿示威，你不管你在先，来到了最高点，是不是要来拜下祝大礼？来，你不管你在先，拜呀拜，首先拜呀，拍拍头发点。那现在先出发挥，先拍发挥最大的一天，天天说你的天笑，啊哈，啊哈，有啊。哈哈哈！这里代表天地拜下四大礼，现在你不管你在先大殿是位，是你要来拜下地爹的，首先观下玉皇圣殿旁边，向他表示都是牙关，这里代表就是他，阿爸善财又发财，啊哈啊哈，有啊，啊哈哈哈！天花天花。好一年第二年四百万次现在咱们这边大仙来到咱们这边第四百下第三年咱们第三年正式的火炉空气通话代表这样相差发挥想不要把这金大头第三年就是太太平盛世平安了啊哈啊哈有啊啊哈啊哈金沙里天下太，天下太，现在咱就是在先拜下拜上台，来咱最高地，这边来拜下地少的上卡家事，上次咱来这边谈的这样，上少的呢，这边代表就是点，边是台湾这边人，不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不太平安，啊哈，啊哈。有啊，哈哈哈哈！拜下四大礼，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不太平安。现在你听我的大先，四大礼一百万字，身边再来一下，但很难收到，为耶稣神和圣公，这叫做今年最快大圣公。那现在。我是说出那幅花大的果来到那次的就是你的帮他来请你的哦胆与二三不容牙圣诞之秋欢迎到高林大夫要不然你能够进行圣诞之秋来到了咱家新的店，但是咱们名里头是人，来四港附近的风景，我们就看你安和有余，四个游团，但是咱三个名里头的就是你是你家，对咱家里的好地主多注意，来到咱咱家新的店，咱都哈是南西路。三个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出来送烟袋，但是有好名声，还有四大观众的，我们呼声好好大太极，一岁子大如山，心地是通通四海，一年开始变，岁月大发财，我们身体会好得去，那我首先先努力，今年财富太美丽，应该是四大太极，必须体会哦。大家是老花心狗，老桃配了金，狗肉配了狗，金银财宝他妈刮财宝，逍遥自在欢乐多。那好心哥，现在大殿示威，天地一元佛，四大荷花，是不是来参加？
发现就收听众生之妙。用时代之时代了时，这个叫条件要开到112，我的微信啊，就是那大会十八用时代之呢，众生来到了万达十里江，并他桥啊，大的时候，众生之妙。太花不醉春秋，是你寒天所现，一寒天干他，一世难平消，来到何方？就是哟，就是哟，是了。就是那少见的流行，在这里，就是那些当代青年，他们不想留下，性感清秀，要是那就是活汤变火。咱祖先就那着修罗归堂，祖先给咱来搞出的，是不是去哪着不？你咱那素人那个会员，素人会员做不下来这些哟。啊，那原来的会员，助理会员，助理会员，啊，你咱那老是那么些个手机，做不下来这些哟。今天大流行在这里，今天大流行就是个啥？就是是非常年代的那个时代，当家新人妖，但一个三夫人也安排不错。我们大家是得了别别安稳的，今天好巧，我身边很安好的人，是个人团。阿南当家新人妖，但一个三夫人也安排不错。我们大家有如果是新人妖，这个今天你来是要做老生意，要过来。那刘奶奶手里的碗，那塑胶这一碗，这塑的碗最多，我的心态也饱满是不是？那个现在现金袋袋是如何加收？我的手在碗里头是好多叹气，那个心量，但不少人家的掏钱，一年三百，一百一年万多，地袋和大平安，三百天天多叹气。阿兰兄，阿姐再来第一场喜乐，不如再给新来观众朋友。来自北京的阿兰大哥，新来观众朋友，欢迎阿弟的，我们大家在这个城市，欢迎大家当多啊，欢迎，谢谢。Yeah.
点。啊，今天当我从我们两边有没有那么多出来发生没有事，受苦时的唐老师，我们很感谢，我们感觉是你的辛苦，现在给他的家长有心的话筒。谢谢啊，谢谢啊，欢迎大家赶快时间健康慢速短不易。